阿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为爱魔怔的天才。那这个是轩辕剑的第一局副本啊。啊，那一次的那个王敌人叫做凌天之首姬克。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家伙，不太了解他的故事。啊，不过我们来打一下这次的关卡，有点难诶，这次关卡有点难度。一开始呢，两秒转珠，然后他们的攻击超级痛。很衰哦，一开始常常就是一进来就没有火珠或是没有暗珠，超惨的。好哦，太好了，天降了一组新珠，顺利补到血了。我们这使用的是老人妲己队，对，因为这次的成就有一些需要人类啊，然后后面还会有把人类的技能，人类以外的技能重置的家伙，所以我们这边用基本上是以人类为主的队伍。一开始的两秒转珠呢，要找机会好好存一下技能，但是有点难存，除了他们攻击很高之外，两秒转珠也有点麻烦。好，没存到多少技能，我们就来到第二回合了。第二回合的杨戬他是越攻越强，那越攻越强的话，他一开始的攻击是2600，再来就是5200，再来就是10004。那我们只能撑到10000的那一下，我们的这一队血量还蛮少的。好，人类的血都不多啊。好，这边大概只有两三回合的时间可以攻击，所以我们尽量打，尽量大力一点。啊，好，5000了。接下来就是倒数第二回合，这边要记得补血，不然会死掉。好哦，还好有补到，补回10000。好，这边就是最后一回合了，但是我觉得伤害好像不太够，我直接用技能好了，直接开主角技能。那这边因为有老人当队长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排，这边就可以很安心的排猪啦，顺便记得把血量补满，补满再进去下一关。哇，没有排好，太久没有排这么长的猪了，好长哦。好啦，不过他们血量剩不多了。哦，他的血量130万，将近140万，还蛮多的啦。好，第三关哦，我们遇到的是暗游侠哦，这边有可能会遇到光游侠。光游侠的话，他是会复活，那一开始攻击是4000，那复活之后那就变9000，然后血量变200万这样。那我们这边遇到暗游侠呢，就是六回合内一定要把它解决掉，因为他攻击力是扣血 100%， 而且应该是无视减伤吧，应该是。好，这边就尽量大力打下去啦。六回合，他的血量160万左右。对，我们就尽量打吧。转错边。啊，少消了一些。好。好，尽量打。最好的话，这边不要用到技能哦。尽量把技能留给后面的关卡。好，哇，不太够哎，不太够力的感觉。好，暗珠，我们主力还是火珠啦，火珠跟暗珠。哇，没有转好，想要转太多步了，就来不及转。好，最后一集。尽量多一点。好，两组暗珠，一组火珠。哇，没有天降，不晓得够不够。刚刚好，好险，刚刚好啊，太好了，顺利来到第四关。第四关是哪吒哦，他的是燃烧轨迹，然后攻击有点高，一 CD， 然后一万攻击打一万。我这边打算就是先存一回合，然后直接打算用技能了。先用老人来排一下。好，他的血量大概将近90万。那我们有两组暗珠，一组火珠，不晓得够不够力。好，
八 combo， 哇，没有天降，哇，伤害居然不够，糟糕，哇，而且还卡星珠，啊，好吧，可恶，早知道直接用主角就好了，老人好废哦，老人的怎么打起来伤害这么不够？好，还是得用一下主角了，哇，星珠只有一组，啊，我们这边尽量还是要把血量补回来，哇，转歪掉了，可惜上面少了两 combo。哦，好，天降补回来了，还好啊，血量补满了，太好了。好，解决掉之后，哦，我们的安多也准备好啦，太好了。我的主角技能大概都十回合 ，CD 都还有十，没有练满。那接下来第五关呢，是要转七 combo 以上，就是如果少于七 combo 的话，少几 combo 就会打几下，就如果转到五 combo， 他就打你两下。那打一下的攻击是3000多，还好，3000多还好。这边要小心转，那这边考验大家的转珠技术。那我没有技术，所以就只能靠天降了。有时候就是还是得靠一下天降。好，哎呀，没转好。哦，天降补回来了。好，我只能靠天降了。好，那这边只要小心，每回合转到六七 combo 的话，应该是还蛮安全的，而且可以顺便存一下技能。哦，差点歪掉，斜转又歪掉了，好，超危险。这边要专心的转七 combo 以上，这边稍微存一下哦。好，七。哦，还差一点点。好，差不多，好像最后一回合这边打几加减用一下好了，白用白不用，因为下一关那个姜子牙会把我们的人类以外的技能通通重置，超讨厌，所以打几就没办法用啦，我们就先把它用掉吧。好，多一颗光珠。哦，天降两 C， 好，那血量就一点点而已了。好，刚刚那个血量有200万诶，刚刚打了200万左右。再来姜子牙，好，这边重头戏开始了，我们开水屋跟火屋，那它的攻击力居然是26万，不晓得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，就突然来个26万。那我们要三回合内打掉它200万的血量。这边要加油一下，刚刚没有转好啊，尽量要把火珠跟暗珠都消到才行。好好，有哦，天降到八 combo。 哦，好哦，我们开了水屋跟火屋，伤害果然比较够力。好，那这边一样火珠暗珠，好像不太够，开龙克好了。好，这边有龙克就是还不错用啦，加减用一下，增加伤害。那顺便存一下暗珠哦，因为下一关还是需要一些爆发，所以把属性珠多存一点，火珠跟暗珠都可以多留一些。好，好，5000分应该够。好，解决喽。再来就是最后一关了，凌天之手击克，他完全没有台词诶。没有台词，好，我们好要排珠了。那他一开始第一条血量是大拼图盾，这边要排一个大 U 字形的感觉。那我们再把它切开，再光珠把它盖起来。好，然后多分几组。哇，暗珠怎么整坨啊？暗珠整坨连在一起了。好好，十一 combo。哦，伤害够啊，按属性就打了将近200万。好 ，OK， 刚刚那血量就是将近300万左右。那再来最后一条血量有360万，那是越战越强。我们这边要一次把它解决掉，这边要快速排一下。好，主角排珠，墨珠漏掉了，哇，糟糕，来不及。这边好像可以完美14C 耶，啊，可惜来不及，没有排好，啊，可恶，啊，不过天降到15 combo， 哦，够，伤害很够，火属性就打了300万，然后再加其他的应该有400万左右的伤害。
好耶，这边顺利解决掉了。好，这次关卡其实说起来真的有点小难度啊，有点麻烦。那尤其是第一关，第一关很容易死掉。第一关一开始没有属性珠的话，真的还蛮容易死掉的。好，那边顺利解了，两个成就，没有使用魔法师，还有队伍中有三个以上的人类队员。那另外一个是要队长跟队友相同才行。那这边的机克呢是魔族的，魔族三倍，然后会增加魔族的增伤效果。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其他好友大概用了什么队哦。看一下哦，第一名是那个光肌肉哦，光肌肉合体的吗？然后火屋水屋，嗯，这样哦，这样也可以哦。光肌肉对，好像也不错哦。光肌肉，然后哦，光希肉，光希腊完整的光希腊队，这个好像也不错。然后哦，双洛基，双奥丁哦，这样也可以哦。这样最后面没有技能可以用诶，就只能靠那个暗炎希了。跟安多的技能，这还蛮厉害的。那也是老人队，老人队应该还蛮不错用的，老人队可以用一下。然后光哦，光的哦，这也可以哦，索尔，索尔也可以。然后老人好像比较多人用老人队哦，老人队居多。然后一些火希腊也有，那整排的老人差不多都大概都在这边。好啊，这次有点困难，祝大家顺利过关哦！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见哦，大家拜拜。